一下就会出水，就正常。那你就看待了几天了？那你去玩会儿吧。吓你一跳，干嘛要脸下的？来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哇，这不挺好吗？来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师傅，没洗澡，就这种。我这一身汗，现在让我洗个澡再给你讲吧。对，你得抖出来，怕抖一身汗。对，哇。你要那个啊，旁边咖啡店等我吧。你俩先。